是12月，2012年12月21号，那经过这个健全的推拿以后，现在是141、168、62，这个很特别的是，他今天按摩以后，其实也不是只有今天了，好几次了，从上个礼拜就发现说按摩以后，他的头可以降下来，然后不像以前可以会抬得那么高，那他现在头可以看到这边是完全是贴在这个小枕头上面。那我要去买一个低的枕头给妈妈睡那原来的那个枕头呢就是太高了，原来的枕头太高了，所以需要再去换一个低一点的枕头。OK， 好的，就这样。现在血压多少？现在血压了，再来写141、68、62。心跳向下来哈。嗨。大概都70几，现在60几。啊哈。这低血压有点高，低血压有点低。我知道，可以等一下再量一次看看。跟刚刚比起来是，刚刚是说多少？130。刚刚是。边有降低，边这边还是比较高。刚刚量的是，9:44的时候是134，71，现在是130。就像刚刚一开始是71，现在63。心跳原来80，现在65，这样。对，然后右边要再量一次。这个血，这淤血的地方现在有退的好一点了。你说要去查，我还没查。压下去。好，再压一次。对，要听到声音才算。你有没有听到声音？哇，今天耽误你很多时间了耶。没关系。妈妈，哎，不要紧张，是隔壁在讲话。哎，你头下去就可以了啊。哎，不要紧张，头。哎，是隔壁。隔壁的那个先生在跟他太太讲话。哦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没事情。没事情。没事情。我跟他安抚一下，他现在又眼睛又盖起来，又睡觉了啊。我听到声音了。妈妈是听得到我们的声音的，是也听得懂。130，来，过来。134、68、67，是低血压是有点低，对。136。68。68。差了60几。差比较高。对。那低血压是不是太低了？是偏低了一点。我回去要把它做成那个。